接着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要颁的这个奖项是最佳专辑制作人奖，那个入围的有。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入围的有游子泽、吴廷玉、弓弦漫舞、 NSO 首席弦乐团、妙思艺术文化有限公司、徐伯年、声动、十方乐集、陈中生、周逸芬、丁代、蒙古长调民歌、蜂巢音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好，我们现在要来揭晓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哇，好紧！还有没有要喊的？赶快喊一喊哦！金代，金代，我爱你。得奖的是王森弟、吴金代，蒙古长调民歌。恭喜蜂巢唱片，恭喜吴金代。王森弟是中国音乐顶尖的制作人，本身还有呢很特别的农业博士学位，多可爱！但是推广民族音乐不遗力。吴金代在蜂巢呢非常资深的制作总监，这次的专辑足见他们的功力，恭喜！有点没想到会得奖，因为我觉得竞争真的很激烈，真的很感谢评审老师们。这个奖大概在一个月前，在美国得到全美独立音乐奖，然后也得到听众的票选奖。那这次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得奖，我觉得对我的意义很大。然后我要在这边特别感谢王森弟老师跟我们一起共同制作这个专辑的，还有感谢阿拉坦奇奇格老师跟苏荣老师，他们是这个专辑的歌手。非常优秀，还有感谢我们的整个制作团队，谢谢。谢谢评审老师，给我们的机会，也谢谢蜂巢唱片公司，也希望大家能够除了电视以外，多欣赏好的音乐，可以陶冶你的性情，可以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丽。谢谢各位，谢谢。恭喜得奖人，恭喜蜂巢音乐。今天要颁的最后一个奖项。